像台湾好媳妇佩珍。对，阿令在新竹一直接不到商店，大家都说我像许孝顺，我以为自己的亲戚从那边远方迎面走了，哇，就显了呢，哎呀呀，好像哦，妈呀，像啊，这形象是天啊第一啦，请准时收看，连顺哥都看到傻眼的超级明星脸。